刻意不打上领带，希望严肃的经济议题也能稍稍轻松看。但其实朱立伦的心里可着急，让我们变成自由经济示范区，这个就是对内的练兵，对外要交涉就是，不管全世界签的 FTA 或区域经济组织，我们一定都要全面的开始交涉。自由经济岛。 那个给我自己控制好吧？有没有人来控制这个 slide？话都讲了一大半，投影片速度老是跟不上，又不好把气使出来。但其实令朱立伦更着急的，还有不分区的立委名单。 冒着大雨也要来个热情欢迎。这是月初的时候，朱立伦到花莲拜票，傅昆萁特地请假来帮忙辅选站台。原本属于宋楚瑜子弟兵的傅昆萁，曾经说过，只要朱立伦出来选，他就支持。而现在传出周五即将出炉的不分区立委当中，傅昆萁的妻子徐贞蔚列入安全名单里，这也意味着朱立伦整合后山王，傅昆萁国民党在后山选区立委。 就能够稳住选情，也会考虑各区域的未来潜在的候选人作为我们考量。那我们没有办法先针对个别的来跟大家做答复，任何的名单不可能大家满意。 是不是成功整合？朱立伦避而不谈，但有内部人士透露，目前花莲选区参选人王庭生声势民调都和民进党的萧美琴有的拼，反倒是无党籍的傅昆萁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。若傅太太徐贞蔚列入安全名单，后山的蓝天势力依旧维持。记者郭向、朱海云台北采访报道。